我给你赔下来。赔了，赔了，不赔了，不赔了。这前两天都没看过这东西，都看都是稀奇。我以前真是，这个吃了醋加饭，醋加饭不长眼了。那边儿真大的锅，那儿真大的灶啊。这多大的？我拿着一只锅子了，是吧？哦，那你为啥还给那皮儿专门又切了？没有，说起我的，他就是没看出京去了，不拉粉那会儿还开。这炒碗锅的，干净又卫生。对，这是自己搞的。炒碗锅。俺们来点包心。对。真是炒碗锅，干净又卫生，但是他不给我。搁这儿的呀，按那个是按那啥的，按层的，知道吧？明明出两灶。对。不是你这冷也搞鸡翅不？可得鸡翅，一会儿。